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朱平啊，阿峰的好朋友。7月8号晚上7点，我希望有机会可以碰到大家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天我有机会认识一个非常精彩的人，田先生，田定峰。那我刚刚跟他聊了一下，我发现他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，不管是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，可以跟很多年轻人分享。那我也很期待，7月8号那天，能够跟他面谈，然后跟大家分享，田定峰跟朱平，我们对大家的一些期许，跟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些期许，让我们一起，来认识我们彼此。拜拜。